真的，天真的把孩子的短裤告诉妈妈，让他体谅自己。
Thank you.
50m.
这两位朋友，每位朋友会得到100元的南昌大饭店的代金券。是的，可以就是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，微信公众账号搜。文燕的笑话太冷了。太八卦了，实在是太八卦了。什么太八卦了？你呢？实在是太八卦了。真的假的？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文燕他的太八卦。路过这个辉南收费站的时候，突然下了一个鸡蛋，下完之后拔腿就跑。据这个收费站的值班站长说，当时大家都在忙，都以为呢是路过这个垃圾袋的车掉的，就还纳闷呢，说这个鸡蛋怎么从车上掉下来没摔碎呢，还没有想到是一个母鸡自己下的蛋。还是母鸡还是很自觉的，主动交了过路费是吧。哎呀，不过讲真的，这只鸡啊，你就下个蛋而已嘛，又不是干坏事儿，你跑那么快干嘛呢？就算交过路费，不也是好事儿吗？对吧？那不看监控，你还真不知道啊。母鸡，你下个蛋你那么快呀？BTC 表示，当时吧就挺突然的。怎么说呢？这只鸡肯定也是心里有压力，不好意思，都溜达老长时间了，最后憋不住了，赶紧咬住一口放下了。本来以为呢没人看，结果呢全国人民都看到。你说这只母鸡以后呢？绿灯号150米，请保持直行。没有让鸭怎么看？让大鹅怎么看呢？请选当前道路继续行驶9公里。还是一个不小经历呢。我感觉啊，这个鸡蛋放在微波炉会发生爆炸的。我天哪，我讲过，就是人类经历了千万年的自然演变，为了防止自己下的蛋被人类种族吃掉，然后呢？请保持主动执行。他们创建了科学家们日以继夜的这个工作，最终发明了水煮这种先进的放置方式，不仅解决了吃蛋的问题，大大缩短了科学的差距。就是鸡蛋的差距不到啊。大家放心，目前牛怎么样？大声是价格，一头大黄牛不慎掉入了碳池，消防员赶到之后呢，用纸袋固定住身体，扔入河里。脖子上悬挂着汽车轮胎的野生光麋鹿，在时隔2年之后，终于在野生动物园里能找到了，脖子上的轮胎也被取下来了。据了解呢，这个当地这个野生管理人员啊，是之前2年前捕捉到了这头麋鹿的画面，随后呢，就展开了长达2年的搜索，最终啊，最近在这当地著名的巴布小镇捕获了。由于轮胎的前方红绿灯直行，走中间三车道，然后切断。然后呢，再取下一个重达16公斤的轮胎。所幸呢，这个麋鹿并没有因为长期佩戴轮胎而受到损伤。我想啊，这个麋鹿可能不是很开心，这个轮胎被取下来了。我想，含了2年的项链，就这么说没就没了，这头麋鹿会不会难过呢？一叫起来，什么都没了，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就不帅了呢？再也不是林中那个最特别的小鹿了呢？
值当的。今日呢，苏州警方接到一个饭店报警呢，说顾客周先生吃饭不结账。周先生呢，在网吧认识的朋友中呢，主动要请吃饭，期间却以上厕所为由溜溜了，还到前台打包走了两瓶五粮液。经调解啊，饭店方同意周先生支付桌上的2000块钱、9块钱。通过监控呢，很快抓到了孙某。孙某他交代，他总共呢有4起案件，涉案45000多元。目前孙某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。啊，这个套路啊，这个套路只在小说里见过啊，没想到呢，就应用到现实里。那什么朋友啊？那就是原告与被告啊，这样的朋友可不行交啊，是吧？吃了会很单纯，不搭则是人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天上只会掉馅饼。所以说呢，交友需谨慎。我就昨天我就看这个新闻，我就在想，幸好没有人请我吃饭，我真是一个幸运的人吧？啊！在安徽啊，市民高师傅和妹夫开车去买二手小四轮，傍晚时候，妹夫开着小四轮先走，高师傅因为买配件紧急急后，行驶在路上，高师傅一不小心就撞到一个小四轮。然后呢，就害怕的给妹子打电话求助啊，我撞人了，我撞了一个小四轮，咋办呢？结果呢，对方那头妹子说：“你撞到的是我，我就在婆家。”幸运的是，高师傅的妹子伤势不重，但是伤势不重，就是一条好命。好不容易就撞了，啥呀？就是这俩人啊，真是。大家还是要小心，一定要注意交通。河南郑州的刘先生在张家里装修厂忠实风格，他的这个装修效果呢，有点像是古代皇室风格。刘先生介绍啊，自己比较喜欢中式风格，这个房子装修了耗时将近1年时间，父母也没有过多的干预啊。装修完居住的时候，拍摄了房间的视频，然后呢就发到网上，所以他说你搭配一个那个上头的背景音乐，这个房子里住的每天早上怕是得挺难的。那真的古代皇室肯定有很难。在浙江诸暨，收费很大，就给了20万左右的现金，主动归还失主。据知情者介绍，失主家里装修的时候扔掉老家具，忘记了20万左右的现金藏在这个家具当中，当垃圾一桶扔掉了，收废品的大叔及时发现，然后呢，码好之后完璧归赵，送到了失主手上。哇哦，是什么样的人家，20万不会忘了呢？我真的扔2块钱我都不知道在哪啊。真是爱财取之有道，拾金不昧的大人，品德真是高尚，对他很棒。LA 说，提到摩天轮不提下南昌之星，提到黄鹤楼不提下滕王阁，我没提滕王阁吗？这个听姐妈问的啊，大家你听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笔记，还能想起来我说了啥啊？当然了，我自己说吧，我也不记得谁，但是在你的提醒中，我想起来谁说了。我，然后呢，还有朋友提到那个，就是湾里的茶村啊，也挺好，也不错一个地方。我也去过，是13啊，说旅游不就是从自己看腻的地方去别人看腻的地方吗？还有木木说，天天闭眼，谁说的才能多久？分手容易吗？难道不是明天在外吗？哦，你前方九幺堵路段，请注意保持车速。小思思说，只要我没钱，景点就骗不到我。还有天然说，还有。去看故宫呢？去看故宫，你为什么要去看人家房子呢？看人家房子管什么用呢？人家买得起还是装修得了吗？还有杨老二在讲，山西这边呢，为什么就比较有钱？家说，刚刚看到的景点，其实我有很多都错了。
防火垫子，你们安个垫子，一下就好了。